云。不要写太长，第一横短，第二横略长一点，写的笔画与笔画短小紧凑。乙，横左低右高。下面这个横，拖住这个竖的笔画。竖画，横间距基本相等，斜勾要写的长，要稍微细一点，勾出去。撇基本要靠上一点，把上面笔画写的间距要小，下面空间大，上紧下松。反。三个点要写的短小饱满一点，不要写太散太开。竖画在横画中间，抽头要多一点，长短要变化。这个撇折对着这个竖的正下方，点成三角形，这块要窄一点，不要超过这个。姓，竖心旁先写两点，再写中间的竖画。这竖画要用垂漏手，要细一点，横在撇的中间偏下，不要写长。这两个横长短基本一致，竖画高起笔在横画中间，下面这个横略长一点，长短对比，间距基本相等，出头要多。